嘿，梁，好久不见啊！我想问你今天得空没有？今天啊，今天的话，中午 ，OK， 中午。今天有做工没？哎，今天不是那个什么 Blue Day 吗？今天啊，那个 Blue Day， 哎，全世界放假吗？哇哦，做工，要抓死咩？搞笑哦。没有啊，我想问一下，你要不要来我家 relax 一下？我见见一下，很久没有见了。我是有叫俊明来啊。哪个俊明啊？俊明，哎，读书读傻啊那个人。可以，我看一下先。Hello， 听到吗 ？Hello， 俊明啊。啊，梁，怎么？突然间，你很突然的 call 我，你很少 call 我的哦。没有啦，打一直问一下，你们等一下 meet up 吗？等一下下午。你们要 meet up 吧 ？Andy 在一起。可以啊，今天下午。这样，等一下全部下午见 OK 吗？我 OK 的，我没有上课，反正今天是 the blue day 嘛，所以放假，没有什么课今天。喂，等一下，不然我们去你的家过夜比较容易吗？哦，比较多东西可以聊，可以聊比较久一点。哦，是可以的，这样我就问你下一点哦。OK， 等下见。All right， 拜拜。什么？过夜啊？是 OK 啦，只是要带点衣服去环保咯。面星期六我，你有做工了没？嘿，不然你以为啊 ？Hello， 拜六要做工到我，这样的空妹你回？是啦，是这样啦 ，OK 啦，下次再讲，拜拜。Professor Michael, we aren't sure yet how the blue phenomenon occurs, and there are plenty of groups of scientists still working out to identify the cause. This is a very weird but interesting space phenomenon that turns whatever light sources on Earth to blue. The sky you are about to see is going to be bluish than ever. Despite the unknown cause, I, Rubis, and my team are going to reveal the impacts of the blue day on people.People exposed to blue rays would have different levels of emo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changes. Blue being a cool color might make people calm and relaxed, if lucky. If luck on a blue day is not in sight, blue might make you sad or even grieve. Due to still uncertain health and emotional effects the blue day would impose on people, we would suggest everyone to take a break and keep an eye on each other.When the blue strikes.
你还记得吗？以前我们在篮球队的时候，哇，蹦极爽，你知道吗？啊，你看，你看，来哦，来哦，是不是又来哦？我一定懂他会讲篮球队的球名，你讲是不是？你看，欸，你这样不是吗？以前我在篮球的时候，几多东西做，哇，现在想一下，回忆真的是很多。是啦，还是能回忆的。哎，那时打球的时候啊，我的太阳晒到，哇，那晒到连我妈妈认不出我，跟你讲，看，是有黑到啊，连一个女朋友没有。你讲什么？我之前比赛这样多女孩子来看，你又不要主动一点。啊啦，金明，你看，每次讲完篮球，一定是我，你看。哎，不过你讲的也是对，现在则是。变了几多哇！以前练球的时候，脚受伤哇，有一几天就可以好些。现在连篮球都打不到我。不到哪里去啦，跟你讲，如果不是我家里穷啊，要做工，是要打球不打几爽，跟你讲，可以抢你三次 MVP 啊。过后，不是更惨，家里供不起我读书嘞，就直接退学哦，专心做工哦。跟你讲啊，亮，如果你没有退出那个校队哦，你是不是会找到妹，对不对？妹这个人，这个女生是很好的，她对你很好，你要好好珍惜她。讲真的，你还是可以做一些很容易的运动啊，虽然你不能打篮球。这些意外，没有人想要的嘛，对不对？退出校队也不是你的错，你现在不是在帮着你爸爸妈妈存着钱？讲真的，你其实也是做到不错啊，现在是不是？讲这次不是梁是 boss 哦，现在是你啊，因为你是 financially independent 了，知道吗？哟，看我金明哥，多少 psychology 就是不一样，讲话直接插进你的心了，我跟你讲。哎，不要讲嘛，你最近好吗？哇，最近还好，要 internship 了，还有我在追这一个女孩子。哇，有女朋友啊！哇，金明，
是这样的喽。哎呀，菜凉有了，你又有了，还敢吃我要约你们出来？我看你登天还难的，跟你讲。俊斌，看一下，看我们样子吗？哪凉？我觉得需要冷静点啊。哎，俊斌，我看到你，我看一下，看一下。等一下，你们，等一下。哎，但是我有一点担心啊。担心什么？担心被我抢啊？没有，我怕的是你们两个都懂我的 emotion 很 unstable 的嘛，所以我怕我的 emotion 会影响到我们的 relationship 哦。那我对你的忧郁症最近很 control 吗？其实好很多了啦，只是我有点怕吧。哎呀，我觉得你可以的啦。其实我自己也是很担心的，我伤到了脚嘛，痛到走不到，有时间还要人家扶我，我不懂对他是不是一个负担呢？哎 ，Hello， 哎，有事哦。我认为你们两个真是想太多了，有时候。哎，来，继续想别的 ，OK， 继续想别的。你要吃早餐啊？好、啊，吃早餐。嗯。OK 啊，可以啊，可以。哥，哎，说，哎，叫个俊明起来先喂，不然是我做工迟到。嗯。俊明，起来哦，我们要吃早餐，你要做工了。哇，还在睡啊？老，这种时候，他不是应该起来了吗？是哎。没有啊，可能是他昨天一定是迟睡了。平时还是最早起来的对吗？对，是啊。嗯，你说了，之前你不是跟我讲你要做什么 part time 工了吗？我跟你讲，我个公司那边啊有几个 vacancy 空啊位置啊，所以看你要不要去问哦。哦，是啊，做什么？就没什么啊，那种好像平时看到那种打资料进电脑那种啊，哦、啊那种吧，普普通通的啦。哎，等下我 WhatsApp 一个电话号码给你，进去看。OK。谢谢你啊。OK， 不用。哎，我去叫他先。哎，快点。喂，俊明，俊明，起来了。喂。还没起来？没有喂。喂。俊明，起来了。起来喂，快点嘞，我要迟到了。哎，你要去做工来。喂。没有声音哎，有哎，停，没有风扇声哦。啊？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啊？不会啦，错，你不要乱讲话。他需要整个窗台怎么办？门开了嘛？门开了嘛？门，开门啊！弄着的，快点帮我们啊，这样子话，快点啦，帮我们啊！是。俊明。俊明耶，不知道，吓你好。
去瞄下面。强半，你强半，讲话强半喂。再去报警一下，去报警一下。这封信有可能是梁找到先，也有可能是 Andy， 不过里面的信息我希望你们两个都能知道。昨天的谈天说地又缝合了我们的好久不见，我很开心也很伤心。昨晚我根本睡不着，因为这个有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我最近有很多问题，我找不到答案，因为讲真的，那个答案不在这边，不在我这里，我真的很难受。你们也帮不到我吧？你们也不用用很美丽的句子来帮我 cheer up 吧，因为对我来说，这些话都没有用了。请尊重我的这个选择吧，你们一定要加油，我相信你们。再见，兄弟们，你们永远都是我的兄弟。其实还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我也隐瞒了很久。不管你是梁还是 Andy， 请你们读完。当年发生的意外，我就是那位证人，也有可能是唯一的证人吧。嘿，梁，水壶，把你 refill 了，李瑞，快点拿，把你 refill 了。读书我不能，不要不要等一下，我觉得你们我都没有带到东西。Andy 这个人一直以来都很羡慕梁的实力跟能力，可能是长期的羡慕，羡慕成了嫉妒。你以为用别人撞你就没有罪？我都知道了。好，谁？你看也懂吗？篮球都没有打到我，俊明在信里面写你是妒忌，我还把你当兄弟。赢了？是，我就是妒忌。你为我做东西，你后悔过没？
我没有想过啦，我后悔一辈子啊！现在我跟你讲，后悔有屁用？换我一个脚啊！你为了换你个脚啊？傻的，这不能啊！好笑吗？你以为我还想回？你以为我还能回去我以前生活啊？啊？我忍痛退出篮球队，这为了什么东西？赚钱。我忍痛，我放弃读书，为了什么？赚钱。你们不痛苦的吗？啊？你以为我这些年过得容易吗？这样轻松啊？啊？你去过真正社会吗？他被你断脚一拿呢，跟你讲。我不是硬着头皮，一天天这样过，啊？是啊，我是妒忌你，我妒忌你这样受欢迎，我每年求你那狗这样，啊？你们注意过我吗？没有。然后最后，我讲退出校队啊，我去做工去赚钱，你就不同哦。退出校队，还有雷靠，哇娘，拜你为师啊喂！跟你讲，烧爹啊！Andy， 如果你在读着，认错吧，还来得及。梁，原谅他吧。我觉得 Andy 也为他一时的冲动后悔了很久。